救命啊！哇，下了这么多东西啊！ 干的好事吧！开始跑，面对疾风吧！大壮，这大老鼠里放了毒药，是专门拿来抓老鼠的，你可千万别偷吃啊！好的，妈妈，我绝对不会偷吃的。小伙伴，你东西是毒药，你以为我3岁小孩吗？我都已经4岁了，居然敢吓唬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 这酥脆的口感，利于还加些香芋颗粒与油润咸香的蛋黄搭配的恰到好处。李子柒金玉蛋黄酥果然名不虚传呀！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吃自己做的对比一下呢？傻狗，那蛋黄酥我是真的放了老鼠药，吃了会死掉的。吃了会死掉的。哎呦！妈妈，家里的水太脏了，再也喝下去我会搞命不保的。 如果我们谁能找到更好的水源，那以后这个家就谁说了算。跑，是想跑。急什么？反正都是我赢，先吃个火腿肠。真是高手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 大壮，你输定了，这可是白云山的山泉水。是，我是它碧云泉 G7 自然净水器，通过 RO 法渗透过滤，5级深层精滤，天然矿化的 pH 7.6弱碱水，还能随时调节温度。不信你试一下。天哪，好甘甜，这感觉太棒了吧！妈妈，你输了，以后这个家就是我做主了。你。 哦，妈妈，给妈妈，我们今晚开年饭吃啥呀？大壮，现在家里啥条件呀？顶多就泡面里面加个蛋。你这也太抠了吧！那我们今天就分开吃，我自己吃自己的。看你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 江湖故事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终于做好了，准备开吃啦！大壮，哪有飞机？哪有飞机呀？你不会是骗我？我在吃正吃啊！别偷偷摸摸了，一起吃吧，我没你那么小气。是你这狗子还有点良心。你得快点。 壮壮 APP 帮我买的手机完全不像二手的耶，比新机还便宜了2000多呢。要不然我拿我钱买菜呀？真心推荐在壮壮买二手。你不是说1000吗？妈妈，我说错了，让你玩吧。大过年的真敢耍我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别笑！轮胎！轮胎！轮胎，你咋知道我有纸呢？那不然呢？ 你在厕所，我还能给你送到餐具呀！送到餐具呀！啊！轮胎，过来。轮胎，咱俩玩猜硬币啊，如果你要是猜对了呢，我就奖励你一根火腿肠；如果你要是猜错了，那你去帮我把卫生给做了，行不行？行的话握个手。好嘞，看好了啊！好了，猜吧。我猜是。猜是哪年的？猜是哪年的？又被小黑兵给套路了。 鞋呢？文泰，有没有看见我那双真不行？我昨天打扫卫生，看到又脏又破又丑的，我就给扔垃圾桶了。啥？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那行，那我现在过去。小苹果，你咋办？哎，有了，给小台打电话。哎，文泰。喂，爸比。我在小卖部门口，你来一下。好嘞。 把苹果送你家去啊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，在每一次醒来，不用再徘徊。这个橘子就给你吃吧。我拥抱着。 醒来，你执着的。你又买啥了呀，大长脸？买的火龙果吗？这不？你那是买几个呀？买俩嘛，干嘛呀一个？你确定你就买两个？那可不就买俩吗？你和你妈一人一个。嗯。 我刚才买这俩火龙果呢。 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哎呦我的妈！